以来看到，现在前往基隆屿可以不用搭船了吗？最近网络上流传一张照片，隔着海相隔4公里的基隆屿跟台湾本岛看起来竟然有路可以开车直达，让民众好惊喜。不过也质疑这是不是合成照，实际上这是取景角度形成的视觉落差。我们的记者也找到了拍摄地点，如果有长焦摄影镜头的话，的确可以拍出同样的效果。长长的公路往下开，公路的尽头就是基隆屿。难道现在是有基屿公路秘密开通了吗？当地民众这样说。对啊，那个还蛮看起来还蛮近的，可能是角度的关系吧，蛮厉害的，感觉好像这直达了，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。如果真的要过去，就是还是要搭船啊，20到25分钟。连搭船都要半小时才可以到达的基隆屿，照片里却感觉开车就可以到。有网友留言，这应该是合成的吧？还有网友说，这就是在骗没去过和平岛的人。还有人表示，这张照片的手法很有创意，在网路上引发热议。不过其实基隆屿离台湾本岛大约4公里，除非您的车可以飞天遁地，还有潜水功能，否则还是乖乖买船票比较实在。这条角度应该在这里，我们现在就是天贤宫是这一条路一直上去到那个地方，是一个很大的庙，很漂亮，这边基隆市的视野都看得很清楚，很漂亮。对，有两个男女在这边拍照，他就你讲那视野应该是这里，很棒。其实这张照片没有经过合成，而是拍摄地点跟角度的视觉落差。拍摄地点就在和平岛天贤宫附近的上坡路段，如果你有长焦段的摄影器材，也可以透过镜头做一个开车前往基隆屿的白日梦。记者蔡志恒，基隆采访报道。